中，而且你目前为止的 NM，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是不是自己啊，你接了这个感觉，而且是你我跟麦芒说的话，因为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提下这种，有意思，有啥子，没有啥子，再说一次。如果想因为想你的自主品是用来做这方面的，也得说个提升，但是我提升感觉我提到的考试的来说，我在我是公司也是不相信一些一些什么东西也是发出因为这个不会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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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做的东西后面也是一些什么时间反正就是也是不一定的事情，只是把这个经验不在这个用力度上，包括这个经验就是你把它的话你是用基础的就那些这东西在里面的话经验是那些经验的所以把这个从老师说的时候你用力要做它都可能不是那些事情啊，这个意思是理解的但是也不是那个事情四个小时三，我是第一位，经验是这样的经验，要么怎么理解？我也没有回应你，他说那就肯定是了。如果你要是乱定义，别人肯定是说的过于轻松，不一定是过于过分，不管你不行，下个你的经验还不如我的，好了，这点一模式，好了，这点一模式，哎，都对，呀，我明白你是在哪里丢，也是嘛，是模式，我都是这样，你咋的？我明年你也在，你也是。嗯，会做那个别的，别的要那做，是他说的话也是你是的，你的姐，你是你，那我是，那你呢？你把我就说明是在你，是你对你给陌生人，所以你把一点，你把你做了，把这个所有的信息都你说把你不必说，好吧？那他如果我们在发生到的，好吧？这个陌生人，我们不要聊，两个人都有利益，那有利益，你弄啥子吧？你把人家送去那里，对，有利益，你家里有利益。这个话题我认真理解，但也不建议，但不建议大家不能这样子。如果慢慢来，听你说的，今年是只能我说的，我说的，那你说说，你太贵，因为这个过年保险给我是的，但是你买一下，过年的那个保险给我是八千钱，因为保险下面啊不是只有八千钱，八千钱，对吧？当初的话又给他是八万，因为是来你说的，当然你是正确，过年的话就是第二个来往，你是不是？十二年是我也对，但是你也过来的，我帮你就是把过年概念，说了，要不然你们说了，那就难定了，咱们只能是我们操上。不是，我才是当时知道他没有单子，过去其他人家都收生意，那你你中了，我一直三年都是过去，而且那个保险就在完了，没让你在平安时代，等于把八年，不是，那是在那边过年农历，过年几单，过年几多，那个农历春节，那还有三个春节也是，还有，有的人嘛，三年还有三个年，三个年，那些在农历春节那还一说，那你还会给给农村的县里还有一百多年，一个人把表里一十几万钱，我讲一个，我们这几年都把工资都拿十几万。当年他表示都没有，他说过年不是那年纪就没钱，有什么用？把贵的忘了，把钱提前就没了。一般都是你妈生日才过的，你自己都是你妈生日嘛？我上个月不老有时间，上个月你就当月，但别人也有那些生日礼物，过年礼物，另外过年他说，农历的过年是过的，农历我们是农历，是那个啥子的？过年你那个病人，你是病，你是病，不是外在说。有说是那个能男女外国要是你，这里外边兄弟，你要在那个地方发生最后的特别危险。好，那我们就来说一说，一说就干，一说就干，一干就干，一干就干，不是不，不是，你是说外国要是你，说你在那不啥子，你反正还是有尊严的话，你另外，反正，那你这些人你在那不得劲，把手在心里面变成不得劲，心里就说不要脸，好一百分，要少一分，把不一个二十几万分干掉，哎呀，你这是我的，这是你的，因为从来上面接到那些，嗯，外上什么地方弄的。也许你不知道在做的节目，你把你的后腿拉伸，那我来学习。你在长期有这个在做的，你就可以背。但我们这些上班的，啊，你爱干什么可以送你几十万，也可以上万。你到那里有没有劲啊？而且我到那里有没有劲？我到那里没劲，你莫背，把我先把我拉过来，你莫背，把我背上去。你要说的意思就是，你厉害就把谁，你喜欢把那个第什么时间过的时间，你没有那人嘛？什么时间你把自己搞出来的？你是有什么坏？把谁把你弄丢了？坏？把谁？而且我们俩是不对啥？这样弄出来，也是自我开会把你，但我是你的，两个就是前面的人啊，该他妈过分，让对方都虚的，对方都虚的，前面专业把你引诱过去，啊，他妈，眼睛还睁不开，眼睛都要睁大了，哎，好虚，好虚，哎，我他妈不能信你，说，那就先不要那些，前面专业的，别该啥样的。对嘛，都比上忙碌，忙上面还出忙碌了。一下过完这年，又是最后的一年，哎，过完这年，啥都是说的话，哎，真当年比，是吧？